者你内心的一些不同的感觉吗？我感觉这还有武术啊，因为我练武时间比较早，所以说呢，在中国的练武方式和在美国的是不一样的。给我感觉最深的就是说的武术，它不光是在练你的动作、形体动作，而且它是讲究一个精神气质。嗯，对，精神气质的体现。对，在武术里面有一句话叫说"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气"。